这个徒步的道啊比较惊险一些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据说这个道路是可以直接通到那个我们要看的那个大瀑布那里。早上，好了，Hello。这有个墓碑。现在看4点。啊，现在是几点？近。12点，12点整。嗯，这是个瀑布道，就是。这个区域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。哦，这条路是通到水边的，你看漂亮吗？哦，是泉水，泉水的叮咚，看吗？泉水的叮咚，泉水的叮咚，是泉水，这个大石头，哇！是这个。这泉水就是从这石头缝里出来的嘛，这是新的，对吧？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悬空的岩石，也算一个洞吧，很宽阔。貌似从这里就开始往下走，往下行，淹的水里，水。就贴近这个水道了。左边是一个小的，一个跟峡谷一样。是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？对，先下去看看。嗯，你下去看嘛，它就是。一会儿你还是要从这上来嘛，就水，沙，怎么沙？地上全是沙子，就沙土，特别特别细的沙土，看吗？下不去。走，这泉水嘛就特别清澈，一清见底。这个地形很复杂。需要付出很大的这个体力。我听到水声了，说明这有小瀑布了，对吗？哇，这又是一个，岩石洞。对，大型的这种岩石洞，啊。这就是，真是，这瀑布吗？对啊，不，现在可能是很少，不算是雨季吧。真奇怪，不是雨季，现在水怎么满了？这水流量很小，这也是一个挑空的岩石洞，大概有100平米左右。要注意啊！等一下啊！加油！悬空的岩石洞，然后上面还有这个。应该是泉水再往下流。那个上面是平地的，怎么哪来的水？有山泉，这就是山泉，这就是山泉。你要渴了就喝点水。那肯定直接喝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行了。我来把这个岩石洞的这一圈拍下来，你们就可以感受这个岩石洞这一周圈，大概得有180度多一些。对，两边都是这种比较陡峭的岩石，啊。岩石上面也在有很多树，然后等于是在一个半坡上形成了一个徒步道，然后左侧就是这个峡谷，峡谷里面流的就是叫山泉水，特别的清澈，应该在前方的某一个位置是一个它有比较大的水源。嗯，这边几乎都是这种就是遮蔽的岩石洞，大概有几十平米洞穴，但是不是那种收口的，是一种长口，上面再有山泉水流下来，水流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这个岩石上面呢已经长了很多的这个植物，就把整个这个景象给营造的就特别漂亮了。正确，那里边会有事，应该是超市。这个徒步道呢，就是地形比较复杂一些，在里头比较凉快。特别凉爽，我刚才看了一下温度是17度，我们摄氏的17度，我觉得很凉爽，很凉爽。这全是这种，就大概有10米高左右的岩石吧。这个我们所行走的这个整个右侧，全是这么一个地形地貌。这处岩石洞很阔。阔的意思就是它很挺拔，很高，很雄伟。有人问说，你这个频道为什么改成叫大米的房车旅行啊？对啊，看前面这个人就是大米，他就是大米。你才是大米。这个环境特别优美，往前走，这个空间特别好。全是这种遮天蔽日的大树，右边是悬崖峭壁，左边是是一个河谷，这一片场地都比较开阔。我们刚才碰到有几个年轻人背着帐篷，背着什么锅灶什么的，他们应该是昨天进来的，然后今天早上出去的。他理论上讲，他们应该是昨天在这儿过夜了。现在在这个森林里头啊，徒步啊。虽然累了一些，但是相当之舒服。河里面呢，这边那个山势开始变陡峭了。路况越来越复杂。这说明越往里走越深嘛，那你深的这个地方人过来的就少了，所以你看着路就走的貌似人很少的样子。水特别特别的清澈，
在这个区域里头啊，发现了很多像类似于这个植物，就跟咱们的那个小麦一样，它应该是没有被驯化的小麦。啊，几乎现在就是这样了。这边比较密集的出现这种比较深的这山崖，需要低着头才能走。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了，感觉到快要走到这个路的尽头了，因为这个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小。这个上面的这个树枝啊，然后越走越低。OK， 这是真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野生的一个森林。来，我们看这一个树，这个树的树根呢，我们就顺着它往下找，然后就一直可以找到地面上，大概有15米，它盘着石头上去的，然后这个树就长在了这个悬崖上。特别有意思，很有意思的。啊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发现，倒下来的树，它到底怎么了？它浑身上下全是木，这个白色的这个菌长出来的，跟木耳似的，好奇怪。给你，这树够粗了，这树好直。目测。一二三四50米高，这大米如果要像大米这样，得3个人4个人嘛能搂抱过来。看这个倒下来的这一棵大树，已经，随着岁月的这个流逝，在慢慢的消化，它在自己慢慢的在融入这个自然，中间有一些东西都变成土了。就这么有意思，我就到现在也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树种。这树超级大，帅啊！越来越陡峭，我们脚底下的路也越来越难走。大米现在已经累得不能行，你得找个拐棍儿去呗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因为这个路越来越难走了。越来越陡峭了，走了2个小时了。到再看看，看看，再走走看看。我们因为没有这个地方的这个相关的信息，到底能不能走到哪里，能不能走出去还不知道。我们最多再走半小时吧。如果没有办法发现回旋的道路。我们就要沿路返回了，沿路返回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走不出去了。哎呦，好，盘根错节，左边的这个悬崖有几十米高的，这你可以爬到那上面。越往这走越好看了，应该是因为它越原始了。无限风光在险峰，感觉到它右边的这个悬崖上面一直在往下滴水。这个悬崖里这应该有悬崖，这边应该有，看有没有叫崖客。我们中国也经常会有崖客，
就这个崖壁天然形成的，这个崖壁也很壮，挺有意思的。上面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纹理，这就是腐蚀的，这叫腐蚀的，通过风啊，风不是，这是风的，这个风吹啊，是天然腐蚀的。这个悬崖得有30米高，多少？30米高，不知道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十层楼嘛。哎，我听到大的声音了。谢谢。瀑布。你看这景观就在这儿。啊，这个景色就很漂亮了，这个景观就特别漂亮了，很雅致。你看这树根。嗯。给我拍一张照来。好的。那个地方是有人攀爬的，哎，就顺着那个树根攀爬到上面去了，就可以上去了。肯定是啊，这十分之漂亮。很震撼的一个地方。老周要攀岩了，加油，注意脚下滑啊。这怎么吹完牛逼了，你怎么弄？不要打脸啊。哇，加油，加油！哦哦哦哦哦！你赢了。啊。上面漂亮吗？很漂亮，就是视线更开阔一些。我也上看看。我看看，能看到，不知道爬上去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悬崖上面有一个平台，这个下去地方发现了一个像类似于瀑布的东西，但水流很小。这个倒在河边的这一块我看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岩石，没法形容它，就很大，超级大。我刚才爬上去的就是这一块岩石，独立的一块岩石，很大。我要往回走了。
这感觉超级棒了。这个充满生机的崖壁真漂亮。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山洞里头是什么东西。这里有一个山洞，那我们探索一下这个山洞。好不？很漂亮，这个景观就比较漂亮。嗯，跟在国内看的这个有一些星级的几星的几星的，哎呦，都差不多。哦，这里头这个洞很深啊。哎呦，咱不能进去。嗯，这里头都是水，都是泥水什么的。那个女孩不刚才已经把对把衣服搞湿了吗？我们就进不去了。啊，这就很漂亮，这个就这块石头就特别漂亮。这一条路就到此为止了，往回走，很美的景观。这是河谷，我们在河谷底下。